澳洲的南天寺日前是举办了一场相当温馨的佛化婚礼，而新郎呢本身是资深的佛光青年，所以呢特别想把这份珍贵的回忆留在道场，来和妻子能够在佛前共结连理。Thank you。手拉着手在佛前为彼此的爱情许下承诺，新郎冯正浩是资深佛光青年，妈妈也是资深佛光会员，因为这层缘分才决定在南天寺举办佛化婚礼。佛光山澳牛总主持满可法师来做见证，鼓励新人互相扶持，也不要忘记行三好。台下坐满满家人朋友，有不少人是过去青年团伙伴，齐聚一堂在庄严殿堂，一起见证这场甜蜜婚礼。原为是澳洲雪梨综合报道。